现在就下载九八新闻台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这个小时哦，子君要帮大家来导读，或者是说来分享这一本新书哦，叫做《我们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存钱》。如果今天你是不是看 YouTube， 你是收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纳闷说，我们当然就是要赚钱，我们当然就是要存钱呐、哦。但没有，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个运用财富改变未来，了解这个世界与自己金钱的一堂理财课。好，我先来分享一下，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现场的是孩子理财力教练黄子欣，子欣老师好。大家早。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说这本书，但我要先说这本其实是一本翻译的作品。对，这是一本畅销作家日本的池上章他的最新力作。那我觉得我们聊这本书之前，我想要先认识一下这个作者，因为他、我知道他在日本很有名，然后刚刚我们还在开玩笑说，出版社说这个是什么日本版的台湾，就日本版的宝洁，就是那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很多人很能聊。那他也是一个媒体人出身，所以想先请这个子欣老师先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叫池上章，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背景的人？而且这一系列书在日本销售突破60万册，哎，这个数字很厉害。他到底是什么人物？他其实就是一个媒体背景出身的、然后他是经济系毕业的哦，有财经背景的。对，然后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要教小孩子一些世界上的一些运作的道理。可是这些东西这么难，怎么教给孩子呢？所以他呢，其实都喜欢用那种幽默啊，或是风趣的方式，把它简单化介绍给小孩。所以他曾经在那个日本的儿童商周新闻啊，就是用这个父亲的角色，就是有写大概写了10几年的这些文章，然后不要小看这个、这已经距我们现在已经30年前的事、他是一位70岁左右的阿伯了但是他就是可是就像我的好奇，就是他写的这么白话文，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存钱，他到底有什么样过人之处，或者是说为什么日本读者这么喜欢他，他的作品可以有销售这么好，应该还是有他过人之处。我觉得啊，他把理财这件事啊，我们通常想到理财会想到什么？钱呢、对，就是钱嘛，投资嘛，买股票嘛。对，好世俗。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不敢谈的原因。可是他不是，他是重新去定义这个金钱在我们生活上是一个工具，然后还有你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读书？从这些面向来重新探讨你人生的意义，还有你活在这世界上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他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也是不管是大人小孩看了，就是觉得耳目一新，原来我认识的工作不是这样，原来我认识的金钱不是这样。我觉得他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来解释金钱跟财富这个观念，所以让大家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个理财的世界。好，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就开始吧。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他花了很大一部分篇幅，一开始就先来讲对钱的看法。那既然刚刚子欣老师也说，我们这个作者他特别对于钱会给出来的想法是有别于以往的，所以那这一本书的作者他到底是怎么看钱的呢？对，像他我们先来讲说，花钱跟赚钱好了。例如说花钱，我们通常想到说，我就是要买东西。对啊，就买东西啊。对啊，我因为想吃糖果、吃美食啊，或者我想去玩啊，我就是花钱嘛。但是它的概念是说，我们花钱是为了要感谢对方，他提供了这个商品，或是他提供了这个服务，所以他是用一种感谢的心态在花钱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相反的他用赚钱的概念也是，他觉得赚钱呢，就是你自己可以提供一些对这社会上有价值的事情或是服务，所以别人来感谢你，所以你可以获得这个金钱。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样子就不是很世俗，感觉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对，所以他会觉得说，因为我有创造价值，所以我理当得到我的报酬，所以这个就是赚钱。对，那因为同样的，对方有提供给我他的服务，有给我他的价值，所以我应该要谢谢对方，所以我应该给他钱。对，我举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我觉得他也是从日本人写出来这个故事，为什么会比较
动人的感觉。嗯，因为像我们的阿公那辈分通常会有一些日据时代的教育嘛，他曾经跟我们说，你看日本人坐完计程车付钱之后，他通常会对他鞠躬或者说谢谢，对，他是真的感谢你提供这个服务，然后所以他才支付金钱。所以他用这个概念来讲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为什么我们也会觉得说，哎，日本社会都比较有礼貌，对不对？因为不是花钱就是大爷的意思，你其实是感谢别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呢，会让你重新去思考说你要怎么使用这个金钱。所以它从光是对钱的不同的定义当中，那对应出来，它也告诉了我们什么？他觉得钱就是社会的血液相关的一些，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经济的社会嘛，其实你一睁开眼睛，从早到晚几乎都会碰到钱的事情。对，对，那所以这个钱呢，其实是就是可以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嗯，然后他甚至说到说，哎，钱是可以用来投票。我觉得这个观念也蛮特别的。对，因为我们通常想说，我们是民主社会，我们就是一人一票来选我们想要的。用钱投票，他的概念就是说，哎，你今天有遇到好的商品，你会去买，所以它就会更好。可是如果今天是不好的商品，你就不会花钱在他身上，很像不会投票给他，他就自然会慢慢的消失，卖不出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也蛮特别的，这很像我们之前有时候为了要支持某个品牌，大家不是说我们用那个新台币让它下架的感觉。OK，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这个概念也是非常新，所以他都会用这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这个金钱跟还有我们现在怎么用这些钱的概念，然后让你觉得哇，原来对对对，我们真的用钱在投票。可是这样子听起来，突然顿时觉得很有美感，或者是说很有质感。可是我必须得说，我觉得不管是我自己从小的教育，或者是我最近可能跟大学生们聊投资理财等等相关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开口谈钱好像很没格调，或者是说开口谈钱不够文青，对对对，不够文青，就觉得很矮牛，就觉得好像就是觉得很别扭啦，应该是这么说。所以好像就是谈钱好像变成是，或者说在家庭里面好像谈钱变成一个很伏地魔的那种感觉，就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不能讲的那个伏地魔。老师你自己的想法呢？我觉得我们一般华人的教育都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从小也是啊，从小哪有在谈钱，就是长大才发现怎么赚钱不容易。可是爸妈都会跟你讲说，你要认真读书，因为你才能赚更多的钱。对，这也是我有小孩之后觉得很矛盾的地方。我们都叫小孩说，哎，你要好好读书啊，以后可以找个好工作啊，这样才可以赚钱养活自己啊。可是从小都不敢谈钱。对，你要好好读书，因为你要赚钱，但是却不聊钱。对，这就是很矛盾的地方。然后我们是长大自己出了社会才东碰碰西碰碰，然后学了之后才发现原来人家西方社会不是这样，或是所谓我们最在理财教育大家最尊崇的犹太人的理财方式，他们也是从小就会跟孩子谈钱的，但是他为什么可以比较正向的去谈？对，像我们刚刚前面那一段介绍，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钱是比较美的？对，顿时就很有质感。对，那其实我们可以把金钱当做一个比较中性的东西，其实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工具，然后是我们活在这社会上必须要使用的一个工具。就跟我现在手上拿笔，对，然后我要手机，对，我要书，就是一个工具。对，就是就像你不会聊说，你不能用笔啊，或者不能用手机，对不对？这个概念不太，就是转换了这个概念之后，你就会觉得说，这是可以聊的东西，它并没有那么不能碰。所以其实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先来想，我们把钱，我们不要把它想成钱，我们把它想成一个工具，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工具，对，就能聊了。对，你就是它就是一个工具，你怎么好好善用这个工具嘛？就像3C你要跟小孩聊一样，你不好好用就是沉迷，好好用就是未来这 AI 的世代，谁能不用这些3C？对不对？所以当你能把它当成工具在聊，那就可以发现哇，这可以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聊了。我觉得这一招非常好，就是第一，各位爸爸妈妈们，如果想跟小朋友来聊钱，第一，你自己先对他的态度正面，就是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工具。那还有呢？还有呢？对，这个，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从小或者从生活上就开始聊，因为有些爸妈，他敢聊之后会第一个会想说，理财很难，我不是学财会的，我不敢聊，我不知道怎么聊。那一开始不用把它想那么难，你就想说，他去商店买的东西啊，或是你吃早餐啊，只要有碰到这些金钱，你就可以开始跟他简单的聊嘛。因为刚开始，例如说小孩子对钱的数字有时候不是那么有感觉，他就说100块很少，那你就可以让他体验看看100块到底可以买多少东西之类的。所以就从生活上简单的开始，我觉得这个是两个很好的一个
跟孩子开始谈钱的方向。老师，我想要听你自己的故事，因为我知道你有两个小朋友，那我也好奇你跟你自己小朋友聊钱，一开始你怎么做，曾经怎么样，后来你怎么调整，现在怎么样？我来听听看你的。曾经呢，我也不是什么老师，或者是学财会背景的，然后就想说，对啊。从小就是妈妈财会背景，小朋友应该教他理财很容易吧？对啊，而且想说，复利不就是从小那个时间是最重要的，所以从小开始你就赢别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从小开始来教。对，所以我在我女儿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就想说，幼稚园大班，来讲一下那个股票投资。等一下，幼稚园大班你教他股票投资？对，你就知道有鼓励之后，你从小存随便存都嘛赢我们，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跟他讲，然后讲着讲着他就一直很疑惑，为什么你付十块可以给一块出来，然后他曾经还很惊讶说，那我是不是家里摆个钱摆十块，明天起来他就会升一块，我们家里有聚宝盆嘛，我说对啦对啦，好像你就发现有点讲不下去，然后所以我才去研究说，到底儿童理财怎么教，然后才发现说，人家真正在讲儿童理财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这样一开始就谈钱或者就谈投资，就谈股票，对对对，一定是最基础的可能是赚钱存钱，甚至是呢，为什么可以从幼稚园开始教？其实做家事是国外在教理财教育很重要的一个词。做家事，对，你说做家事还要给多少钱？这样子不是不是啊，是做家事在培养他的责任感，然后还有他管好自己生活的东西。如果他今天可以把自己的衣服折好、碗洗好，这个等于说他认知到这是我的东西，我要把它打理好。他未来对他自己的金钱、零用钱，这是我的钱，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要把它打理好。所以其实儿童理财教育的第一步并没有说真的我一定要马上碰到钱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就说现在有些爸妈很急，两岁要教怎么教，我说就是先开始练习做家事，让他对自己负责任，对，对自己负责任。你发现大学生有时候花钱没感觉，是因为他不觉得这是他的，或是他对自己的生活无感，比较没有责任感的时候，他的那个概念就会比较轻忽。所以做家事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理财的第一步。对，如果你是两岁到五岁就想要培养孩子理财，就是做家事。哇，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OK， 那然后呢？然后老师你要继续怎么做？接着就是真的你到大班或是小一的时候，很建议就开始真的给他零用钱，就让他零用钱试试看。然后呢，我们也去很多爸妈开始遇到零用钱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给多少？对啊，怎么给？然后给了又怕他乱花，要怎么教？然后呢，我们就看人家国外怎么教。国外呢，一开始给的时候就要教他分离账户了啦。分离账户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止一个账户。之前不是有有钱人的那个六罐子，对对，六个罐子投资法。那大人比较复杂，小孩子可以从三个先开始。什么？哪三个？三个理财账户，一个就是储蓄存钱的，他的梦想账户。第二个呢，就是消费的，要花钱。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很怕孩子花钱，可是其实你要教他怎么好好的花钱。那第三个就是做公益。一个公益的小账户，小朋友他也不过拿你100块零用钱，然后你要叫他就要有三个分离账户，而且一开始是只有10块钱，10块钱就要分离账户，那你还不能给他一枚硬币哦，他一块一块来配哦。讲到一个很好的 PayPal， 是真的这样子。我们说你不能给一个10块，要给10个1块，不然他怎么分？所以你要给他10个1块，让他去决定他要怎么分这三只小猪三个分离账户。所以从这件事情开始教起，一开始小朋友你就跟他讲说有三个，一个是为了你的梦想而存的，然后另外这个是你可以花的，这个是去做公益的。为什么这么早就要把做公益那块放进来啊？这个也是我们华人常常会怕说这么早讲那个理财教育啊，小孩会不会变得斤斤计较，就跟你计较1块钱、2块钱的，或是他很现实。那后来我们去研究一下，像犹太人的理财教育或是西方的，人家都会有10%要拿出来做贡献，你是感恩这个社会提供给你的价值，而且你今天是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我觉得这个在对孩子的成长过程，大人也一样，你会觉得自己是有社会价值的。对，所以也是从小就培养他这个概念，他才不会觉得说这都是我的，我不想分给别人，也是慢慢让他开始有一些分享的体验这样。好，因为毕竟子清老师是孩子的理财力教练，所以讲到了如何教小朋友理财，这个是特别有心得，我们待会继续来聊。不过我想要再回来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本书，我为什么要赚钱，
为什么要存钱的这部分，刚刚我们前面是已经讲了作者池上章他对于钱的看法，那我继续也想知道，那既然他有要怎么赚跟要怎么存嘛，那作者他觉得到底要怎么存，如何存，要存多少，在书中他是怎么跟大家分享的？他在书中呢其实有跟大家说，你要先确定你存钱的目的，这样子你才知道要存多少钱，就是你到底是为了要存，为什么要存钱？嗯，你是为了完成你更大的梦想呢，还是你是为了教育基金，还是为了退休？哦，所以你要有一个存钱的目的，你才知道你要存多少钱。嗯，再来呢，他就介绍说，那你开始就要了解你的所有的支出，因为你才知道说，你花了多少钱，还是说，哪些是可以省的，哪些可以花的更有价值。好，最后他就是有提醒说，一定要存一定的比率。之前我有看过一些西方教育，他说至少要存 10%， 那存 10% 其实是不太够。不过如果没有存钱习惯的人，其实真的可以用先用 10% 来练习。那书中的作者他是建议就是你收入的 20%， 20% 一定要存起来。那这个其实也是所谓的储蓄率啦，如果你今天储蓄率有办法越高的话，那你当然有办法可以更有效率的运用你的金钱。对，其实我觉得存钱一定要先有一个目的这件事情，我自己有一个小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各个银行不是都有那个 APP 吗？对，然后你可以帮你的银行账户取名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像是国泰世华银行来说好了，他们的那种他也有一个母子账户，他现在有些银行可以分离账户，对，然后呢他的那个子账户你可以帮他取一个名字，他就不会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数字。所以像我自己呢，我就会某想要做某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账户的名字换成那个梦想。譬如说我想要带我爸妈坐游轮，我就会在那个账户的名字我就把它改成那个坐游轮基金。然后呢你每次存钱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离这个梦想又更近了一步。对对对。然后如果你今天想要把钱从那个账户里面花掉的时候，你想说不行，我的那个梦想基金就会被扣除。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可是人性上面就是会让你更快达到目标，而且你不去花那个账户钱，很简单，就只是把那个账户帮他取一个名字，但是因为那个名字就是你的梦想、你的目标、你想做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存得下来，不会乱花它。刚刚子娟你讲到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点，对不对？因为我们教小孩子啊，其实你不要小看，你只给他三只小猪存，对，他那个梦想账户呢一样，你要请他写下日期，写下他的梦想是什么，然后甚至我们比较严格，他叫他签名。还要签名，对自己负责，然后就把它贴在上面。所以就像他讲，这是他的，例如说有些小孩想买乐高比较贵，就是这是我的乐高基金，那他就可以练习去存这个梦想。对，而且最好是透明的，有重量，然后他越存就会越有成就感，慢慢慢慢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这样子就会有。所以啦，你看第一个就是目的，就是把自己，因为如果今天你只是告诉他说，你要记得把你的那个薪水的20%要存下来哦，没 feel。对，而且你存着，等一下会说，这个东西很好，你要不要买？花掉，对不对？就没 feel。对，但是如果今天你一开始你就有那个梦想与目的放在那里的时候，你存起钱来也会特别的积极，而且不会乱花钱。其实我觉得这道理就跟买房子也是一样的。每次大家都说年轻人要不要买房啊，或者是什么，我是站在买房派的那一组，因为我每次都说买房会让我就是省钱省的心甘情愿。我之前也有分享过，就是开玩笑，我说我那时候刚买房的头半年头一年，你知道我那时候有多夸张，我连去面摊喝那个蛋花汤我都不敢加贡丸。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可是这一点都不可怜，因为你会觉得很富足。对，因为你有一个梦想，对，我有一个房子在那里，然后我为了他，我做所有的省钱都心甘情愿，一样的一道理嘛，对不 对？就是一样的一个概念。我说的是真的，我那个时候连个贡丸我都舍不得加，好不好？好，这第一个是目的。那刚刚老师说的第二个就是你要先盘点一下你自己的状况。你盘点一下你自己的状况，那书中有给出来的想法就是至少是收入的20%应该要去存起来。好，那还有吗？是当中还有一个分离账户概念，其实在书中也有提到。对，其实这分离账户就像刚刚讲的，小孩子跟我们大人都一样，因为你全部混在一起啊，你一定是很容易把它花掉。 对，所以其实这个概念就很简单，你就是分开，然后你有几个梦想就分几个吧。
对，那你这样存起来也会比较有成就感。嗯哼，嗯哼，好，教给大家一个 PEPFO 咯，就是把账户也分开，分离账户，存在同一个账户里头，你很容易搞混。这个概念呢，就像我们以前也常常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我们就说，如果今天你要存股，跟你要做比较波段投机的账户，请你分开。这个我之前也在节目上也一直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今天你是要存股的，请你开一个账户，乖乖的存股。那如果今天你就是要做一些波段的，那你就开一个账户专门否做波段，千万不要混在一个账户里。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原本要长期投资存股的，但是你看它涨上来你就会想要卖。但如果今天你原本是要做波段，但没想到你跌下去的时候你就不会停损，你就觉得说没关系，那我就放在那里，原本对就变长期投资了。所以这也是一样的概念呢，就是你投资也要分离账户，你存钱也要分离账户。所以其实一个账户的不同，当人脑子非常有趣，当你开了一个新的账户的时候，你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你的脑中的思绪会立刻做转换。对对，好，这个也是书中有给大家的。好，那继续哦，我们刚刚书中有教大家要如何存钱之外，但书中也有也有一些对于钱的一些真实看法，它里面有讲到钱的可怕之处。书中是怎么讲的呢？他讲的一个是说，人的欲望无穷，确实啊，对，这个其实啊，就是像很多年轻人会说，我就是要财富自由，我就是要赚很多钱，确实啊。但是如果呢，你没有去练习说你怎么消费，你怎么花钱，其实你会发现，当你有100块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买得起99块的东西，可是当我1000块的时候，我又买得起999，你就会那个梦想会越来越大。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没有去控制你的欲望的时候啊，其实你再怎么有钱你都会不够花。所以它就是控制欲望很难。对，其实不容易。所以这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分一个账户叫做消费账户，那个有点像在控制我们的欲望，就是我今天能花的就是那个账户，花完就不能再花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分离那个消费账户的一个概念也是在这里，就是控制你的自己的欲望。嗯哼，对，嗯哼。所以这个在训练小朋友的时候，为什么也很强调说，要有这个消费的账户？因为通常爸妈哈最不知道该怎么教小孩子花钱。对。然后呢，小孩子有个特性，其实我们女生也会进去文具店呢，就一定要再带个印章卡片出来，就算家里已经很多个了。对。对。那后来我们发现很好的方式就是，你就给他消费账户，然后跟他说，你只要花钱，你就要记账。嗯。对，那记了之后，刚开始他会一直买，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发现，下次他要买其他东西，他怎么没钱了？嗯哼。然后这个过程呢，就是他会回去检视他的记账本，他到底是把钱花到哪里去。好，关于这个小朋友理财的部分，老师，我要先打断你一下，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好好好，进广告之前，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来对抗你心中那个欲望无穷。那我们刚刚就突然讲到从前面半小时，我们其实一直在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离账户的概念。对。然后我也没有想过说，原来分离账户可以去帮我们控制我们的欲望。对对，因为像你消费账户分出来之后，你就知道说，你要花的钱就是这里。甚至说，你刚刚的那个梦想账户，你刚刚分离之后，今天就算你要完成这梦想，你就会知道你是要花这里的钱。通常啊，最容易失控的那个就叫做结婚基金。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说，那个不管是蜜月旅行啊，还是那个请客啊，就无限上纲了。你有没有发现？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有做好分离账户，你就发现你能花的就是这个你存好的目标的钱，或是你的本来的预算。所以这个分离账户的好处就是，其实也可以帮我们间接去控制我们自己的欲望。那作者这本书他还有提到，就是有关于钱的可怕之处，除了欲望无穷这件事情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现在大家都很想快速赚钱，所以他也讲到这种一夜致富的这些谎言，还有目前也越来越多的所谓的投资诈骗。对。尤其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你真的不知道点下去到底是什么，越来越多的这些诈骗。而且我觉得我不理解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就是一直告诉大家讲说，我们不可能会邀你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我们不可能会什么让你带进带出，但是就还是会有人一天到晚私讯我说，子娟，我加入你的群组。我心想说，你觉得我会邀请你加入群组，然后还要你带进带出，我有这么闲吗？但是就还是很多。对对对对，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从小训练孩子
管理金钱之后，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那个，就是会训练他开始独立思考。你要判断这些人家告诉你的，不管是行销手段啊，或是存钱投资致富的概念到底是真是假，你要自己去判断。再来就是，你要看你这个损失是不是你能赔得起的，所以这个里面呢都会牵扯到说，你怎么运用这个金钱。不然呢、其实现在那个快速致富的广告实在太多了，还有那个诈骗真的是层出不穷，对，从骗几百万的到几十块的都有，你根本防不胜防，你会觉得说，那个很小，不可能是骗人的，有啊，也有啊，对，好，我们今天帮大家导读的是这一本《我们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存钱》，那这是采石文化的最新的一本书，而且我必须要说，这本的成本很高，因为质感很好，对，质感很好，它是全彩印刷，然后里面因为它也是其实池上章老师的作品呢，就是除了写的内容很浅显易懂，而且他会用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来解释理财、解释金钱之外，他也搭配了很漂亮的插画跟漫画，对，对，他搭配漫画，对，所以其实这本书是，当时你们是说青少年就可以看？对啊，其实如果更小的小孩子，国小、国中的都可以看，因为它是有漫画，对，所以它又是全彩印刷，所以其实这本啊，这本书的内容很多很多，而且它讲的很全面，大家，它不只是你的基本的存钱花钱啊，甚至是你的经济或是社会税、资本主义世界是什么，是什么都有，所以呢，其实它是蛮全面的一本书。那我很建议说，这个可以像工具书。就是你买回去不一定要孩子一次看完，你知道这个有点难但是呢，其实你买回去放在这啊，其实我觉得理财书有时候好玩就这样，像这本书其实它有漫画又有内容，你会觉得说，国小怎么看得懂，对，没关系，他国小他会跳他看得懂的，他会先看漫画，对，但是漫画他看得懂之后，他有兴趣之后，他可能就会翻几篇对他比较字有兴趣，例如说花钱他可能就有兴趣，对，但是慢慢的长大了，你这本书不要丢掉或者卖掉，你就一直放在那，他哪天想起来无聊的时候，他就会去再翻一翻看什么是资本主义这样子，对，有时候突然翻到一个什么新冠肺炎，他就会再看一下说，这是在讲新冠肺炎与经济是什么对，所以其实呢，这书我觉得是蛮适合只要小孩子看得懂国字，不需要注音辅导的时候就可以拥有的一本书。好，那今天我们请到现场是孩子的理财力教练黄子欣老师。那子欣老师当然也对小朋友的那一块特别有心得，所以刚刚我们其实前面也已经先爆了很多雷了，就是有先跟您请教了很多，但我还继续再收纳回来，就是老师，你到底觉得要如何教育小朋友辨别想要跟需要，还有不被欲望支配？当然，刚刚我们前面讲了，用这分离账户可以是一招，还有没有什么你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就是从小就让小孩子开始练习。所以为什么很鼓励爸妈说，至少小学一年级就真的开始要给他零用钱了？因为小学其实是蛮孩子开始进入社会化的一个阶段。所以你会建议要给多少钱啊？刚刚你有特别说还要给零钱，100块不行哦，你要给10块。对，还有什么 mega？ 给多少钱呢？其实我觉得看每个的家庭状况，跟你想要训练什么小孩子开始。那如果是例如说幼稚园大班开始，我都是建议说一周就是10块钱呢，因为先让他练习，因为反正他其实也没什么需要，因为需要都是你给他。对，所以就是让他开始练习。然后呢，几个小撇步就是，我们用周为单位，因为有些爸妈说每天给，我说不要每天给，因为每天给那个期间太短了，你会就早上醒来就有钱了你都还没练习控制你的欲望，反正明天就有钱了，所以我们希望说，最短是一周，然后一开始不要太长，因为尤其越小的小孩子对那个时间的感觉是比较模糊的，所以用周为单位，如果你的小孩练着练着练了几年之后，他周可以控制得很好，可以开始练习月，就像我们的月薪改变一样，然后月呢，他可以学的东西就更多，然后他也可以说一些预算规划，然后来试试看自己会不会变成月光族之类的所以就是从小让他开始体验这些东西，对，然后记账呢，其实刚不是说那个消费账户嘛，那个其实真的在小孩子阶段学习最需要学的一个账户，反而不是存钱哦，因为我觉得存钱存就有了，其实消费账户那个是最难练习的，所以你练了之后呢，你开始要教他一定要记账，然后记账一开始也是很简单，我们通常只有三栏，就是项目跟你的日期跟金额，就不用太复杂，对，然后再来呢，慢慢的可以加一个想要需要，让他去打勾。哦，后面再加说这个，你今天花了这个东西是你的想要还是你的需要？对，
那当然每个人对想要需要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嗯、就像小孩子都觉得他叫需要、嗯、他想吃薯条也叫需要、嗯、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训练孩子判断力思考的一个过程。例如说你今天真的肚子很饿，晚上就只有卖薯条、嗯、那你吃这个其实就真的叫需要。可是有时候你是因为想吃点心，那就叫想要。所以一个东西我们想慢慢训练孩子说在未来的世界也不是只有标准答案、嗯、所以不会是说啊，薯条就一定是叫做想要，然后什么糖果就一定叫做想要、嗯、我们就曾经问小孩哪些对哪些人来讲糖果一定是需要。来考考你，饿到爆的人，血糖过低的人、嗯、对，还有糖尿病的人身上都会带一颗糖果、嗯、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需要。这也是我们想教小孩子来讲，因为就像金钱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未来的世界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对，你做 YouTuber 到底好不好不知道，看你怎么运用它。有没有有一些人做得很好，他可以发挥他的长才，甚至贡献我们这社会，分享一些知识给我们。做得不好的人在国外还丢我们的脸对不对，就是所以都有正反两面，所以这个也是很好训练孩子在判断。那这些判断呢是需要时间练习，最后也会影响他的价值观，跟刚刚提到的哎、欸，你会不会容易被诈骗，或者你会不会相信这些行销手段。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为什么要从小开始很重要，而且很漫长。对，你看哦，你有的时候所以你看学理财，过去我们的直觉就觉得说哦，学理财可以让我钱滚钱，然后我不用工作的时候、嗯、我没有工作的时候钱也可以在那里帮我赚钱，我在睡觉的时候钱也可以在帮我赚钱，然后我们过去的理解是这样。对，可是其实听到这里，大家听众朋友你应该也会有那种感觉了，它其实是最基本是要帮你防止你被诈骗，光这件事情也就非常重要，而且它是整个你人生观的建立。对，其实它就是一个人生观跟价值观的建立。所以呢，为什么我也是研究的发现，哎，我越来越不怕跟人家讲。你知道跟有些爸妈讲，他会把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不要跟他讲钱啦、啊、这个 对，然后其实你发现说这是可以让真正去检视自己的人生观或是你的价值观的时候，你会活得更有意义啊。对，嗯哼，太重要太重要。好、嗯、那一样，那既然讲到了意义，好，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书中也有提到一个说人生一百岁的时代该有的工作意识。因为毕竟现在我们都说高龄化社会，超高龄化社会，过去可能80岁很长，但是现在90岁，甚至未来我们都说未来是一个百，因为随着科技医疗的进步、嗯、未来可能是一个百岁的时代。那如果当人人都有机会可以活到百岁的时候，诶，我们是不是不管是对钱也好，或者是对工作也好，整个态度意识通通想法都要不一样。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有写到这一个部分，它是给书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他就是告诉你说，哎、欸，人生一百岁时代，除了存钱这件事，他告诉你说、欸，其实你以前预计的退休金这可能是不够的之外，他告诉你怎么样生活你会比较有意义。你知道，人生活到一百岁，如果你只工作30年，然后你还觉得工作超级讨厌的，然后接下来你要想象你30年够。欸、可能只是50-60岁，那你接下来生活怎么办？然后你还有个40-50年哦，如果到100岁的话。对，那它的概念呢，其实慢慢的是说，欸，你其实是可以持续奉献出你的价值的。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那你 一方面有提供价值，一方面又可以有一些收入、嗯、对。所以其实不管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可能会活到这种年纪、嗯、那到底活到这种年纪是一种祝福还是一种诅咒呢？其实这也是要从现在开始练习好，我再打断你一下了，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继续来谈一下这本书。今天帮大家导读的是这本《我们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存钱？》这是一本日本的畅销书，在日本是突破60万册这样子的书籍，现在代理到了台湾来。好，刚进广告之前，我们聊的是人生一百岁的时代来临，到底该有什么样的工作意识？在书中，作者给出来的想法，对，他就是一个第一个一定要先顾好自己的健康嘛，对不对？我们不是说那个零。前面如果没有那个一、就是、对，那就都是零，后面再多零都是零。对，所以呢，一个就是顾好健康，然后你要生活的快乐、你要有一些你的交友圈。再来呢，它里面提到的蛮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要持续工作你才能拥有收入，再来你也会觉得你人生有价值。所以其实作者反而是觉得当大家活得越来越久，你反而应该要工作越久，不是为了钱，但是你就是要工，就是说你不是为了说、我不工作就退休了。对，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人有这种概念，就是我
可能是退而不休，嗯，就是我不是直接工作完之后就一直游山玩水。你会发现很多退休人可能他会退化或是反而老化，嗯，对，那这个他的概念说你持续工作之后你可以拥有收入，而且再来是这个社会其实一直在改变的嘛，你如果没有对外接触或甚至工作的时候你没办法接触这个社会，你比较不能与时俱进，你就会发现你跟不上这个社会，你就会越来越脱离，那你可能会变成更有孤独感。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看很多人在写说其实退休是需要练习的，嗯，就是说虽然我们可能还年轻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但是我真的看了很认同，因为比如说我们在看我们的父母亲退休的时候真的会是突然，因为基本上退休的人他那个年纪他在他的职场上一定都已经是做到相对来说的比较中级高级的一个位置，所以当他从一个这么样的位阶突然退休，然后突然跟他讲说你面不用上班，然后你再也没有事情了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很失落，转不过来，而且对会很失落，然后他会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所以我看长辈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对耶，退休其实他需要练习，嗯，对，或是你事先就要开始规划。所以为什么有些人退休之后，嗯，他还是会去做义工，或是还是会持续一直工作，可能那个金钱的收入是次要的，对对，但是他持续是让自己有价值，嗯，那这样子他也会活得比较健康快乐，因为有些会变成你反过来控制你的家人或是子女，那很可怕，喔，然后你的那个自己跟家人的关系又会变不好，就很紧张，对，嗯嗯嗯。好，那除了这些，刚刚这个是我特别想要请子欣老师来帮我们导读的部分，老师你自己还有没有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哪些地方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呢？对，我觉得还有两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概念，喔，第一有一个就是时间跟金钱的概念，嗯，对，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欸，时间是全世界不管你是有钱人公平全部公平，一人就是24小时，你不会比我多一个小时，对对，郭台铭也不会比我们多，没错，嗯，对，所以你怎么善用这个时间呢其实就是很重要，嗯，那其实引申到这个其实时间跟金钱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所谓价值跟价格，有时候我们觉得时间不重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想到那个价值，有没有，你会看到有些人喜欢排队抢那个买一送一，然后有时候才送200块，然后你想说你那边排了一小时有这个必要吗？对，嗯嗯，对不对，然后有些人还排到会吵架的，嗯，对，所以有时候你当你懂得说时间跟金钱的价值，还有说哎价值跟价格的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去判断说不想去做这个排队的动作，就像是刚刚前面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去分辨想要跟需要，嗯，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书中也是特别也有在教的是我们要如何去辨别价格跟价值，嗯，对，然后在这本书很特别，他在讲到价值与价格的时候，啊，他提到一个概念，嗯，他说价格呢是别人定的，价值呢是你自己定的，价格是别人定，价值是你自己定的，嗯，对，就像一样是我举那个例子好了，因为之前不是很流行说那个拿铁因子嘛，每次都说省一杯咖啡你可以多少，然后曾经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事务所工作，等一下事务所就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这已经算早下班了，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我今天如果买一杯星巴克我就可以一整天觉得工作很有价值，觉得很有意义，我为什么不花那个100块呢，就是效率特别高这样子，對，所以你如果只看到他就是要花我100块的概念的时候，你那个每个人对那个他的定价都一样，都是100块，可是对我们来讲他的价值可能是1000，他可以让我今天过得觉得工作非常的舒服，对，所以每个人对东西的概念是不一样，嗯，那我觉得书中里面有很有趣的提到一个例子，例如说那个公仔，嗯，那日本公仔不就最多了，对 对小朋友买公仔到底是要禁止他买还是说哎，欸，你要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啊，平常心说我尤其是那种如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那种盲盒，对，盲盒然后我都会拿起来这样摇一摇一摇，然后开始推测说这个重量到底多少，到底是哪一个，然后哎，结果哎，一盒在台北卖有250左右，对啊，有300-400，很贵，对对对对对啊，这个要怎么对，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概念，它就假设有些公仔例如说一只1000块，嗯，看起来好像价格也不低对不对，嗯，可是今天如果它能带给你很心满意足的价值，然后你把它放得好好的，然后你每天看着它你就很开心，嗯，他觉得这东西对你就是有意义的，它价值是大于价格的，可是我觉得这样每个人都会说这个东西对我有意义啊，对啊，就你看对不对，我就会开始乱花，嗯，对不对，所以这就要回到你的消费账户，你到底有多少能力才能花多少钱，然后你就要去控制，如果你今天这个
是比较高的，你也许就变成梦想。再来呢，我们刚刚是不是记账提到说，哎，你那个想要需要，对，我们还有再更进阶的，你可以加一栏，它带给你的快乐程度是几天，一天你就写一，天哦，用天哦，对，你可以用天，一天你就写一，你可以十天就写十。假设有些东西你冲动消费，你买了之后你只开心一天，你过了三天回来看，然后我当初干嘛买这个，你练习之后，你以后你就会开始判断这东西我到底可以快乐持久多久。这个不止小朋友，我觉得大人也是，因为现在网络购物太可怕了。对，哎，我没有想过说，在我的那个记账单里头，记账当然就是写个日期啊、项目啊、金钱啊，顶多就这样。我今天第一次学到说，哦，原来我的记账单后面我还可以多个两格，第一个是这到底是想要还是需要，现在还有个第三格哦，带给你的满足程度，它而且是天，它可以带给我满足快乐几天。你这样就更懂得去判断说，你每次要花钱之前要不要多想一下。对，所以那个我都鼓励说，哎，记账不一定要去买那个什么文具店出的那种很复杂记账本，尤其小朋友最好让他自己画，对，他画他爱的，然后贴他喜欢的卡通都好，他就会觉得这本是他的。大人也一样，对，有些人分类分到超级细的，然后买一支圆珠笔，我喝了一杯柠檬汁，还有饮料，不用三块这样子，要三块，其实你只要例如说饮料这样就好了，你就分大类就好。重点是你为什么花这个钱，还是他到底带给你的满足程度，这才是。对我们大人来讲，这才是你真正要控制的。我觉得有真的很颠覆了我一些旧的刻板印象的这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有两套系列的书都非常鼓励大人也来去看。你看完之后，你会知道说你更怎么样有比较正确的价值观，不管是对你自己或是跟小孩来谈钱。对，就是金钱真的不是那个伏地魔。对，金钱不是你家里的伏地魔，是可以拿来谈的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本书呢，是采石，好，采石文化现在新出版的这本，然后叫做《我们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存钱？》那这是池上章的作品。那他其实刚刚子晴老师帮我们导读的时候，也有先讲过，他已经是爷爷自辈的，大概七十几岁，然后他是一个媒体人，但是他是经济系相关的金融背景的人出身呐，但他是一个媒体人，然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我们刚开玩笑说他是日本版的宝杰，就什么都可以聊。那最新力作当中，其实他之前也有包含像是什么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也都是这样的想法，就是颠覆我们传统这些刻板印象啦，就是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金钱，然后给大家的一个人生的理财书。我插一句话，虽然现在在推这本，那我非常推荐大家，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要去看上一本。我觉得很多大人把工作当成是很哀怨的事情，其实你这个观念会无形中带给小孩，所以大家回去看一下。对啦，爸妈不开心，爸妈觉得工作就是是社畜的话，小朋友也会觉得以后工作都会是社畜。所以他其实另外一系列的书，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你觉得其实就跟这本是搭着的一起的。对对对，我觉得是可以搭着一起看。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很多的翻新的一些思维。首先呢，比如说刚刚今天我有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是金钱。它不是一个很不能谈的东西，其实你简单想，你就把它想成它是一个工具。对，这个是我今天有学到，我觉得非常适用，就是你就把它想成它是一个工具，你再谈一个工具，为什么不能谈呢？好，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还有花钱跟赚钱，花钱我是感谢对方给我的一个服务，赚钱是因为我有提供这样子的贡献跟创造力，所以我本来就应该得到这样的钱，是你们对我的一个感谢。对，好，这位非常谢谢子晴老师来帮我们导读这本书，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个小时节目再见了，拜拜，拜拜。